球硬是被游击手张耀腾接进了手套里面。球给接杀，点这一球游击手扑在空中的把这个球硬是拦截了下来，哇！陈金茂这一棒右外野方向飞球，右外手跟上起来接杀出局，惨了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现在胖胖的，但当时可是很瘦的恰恰洪振明。球向右外野方向的一个飞球，右外手往后推，好多这个球，哎呦不简单。前防守三手接得漂亮，回传，吼吼，太精彩了，何先生。这个球靠右垒手拦截，漂亮，快传一垒。相当结实，又落在全垒打的墙角边。陈志远这时候继续往二垒做推进，这个球很快回传，有机会，好投！哦，哎，对。仍然没有出棒，但是一个好球，传二垒。上的林克离垒过远，被洪一中快传到二垒牵制出局。这一球打成了在二垒方向，一手扑倒在地，杨森拦到传一垒，杨森打下这一分。
张一磊来得及。触及杨建福，忍着伤痛接到之后快传一垒，哇，没有问题啊！蔡建伟这个球打得扎实，在右外野方向欧巴了，在全打墙前面落地形成安打，右外野手潘武雄回身来追球，一垒的跑者要闯本垒了，球会传。撞撞撞 ！out！ 每个球打成一个左半边的飞球。三垒手往后退，游击手也过去接个球，结果被游击手，哇！张耀腾这一个接杀实在是五星级的一个表现。职棒二十年总冠军开打，狮象争霸，万元奖金天天送，预测总冠军每一场最多安打队伍，手机编写简讯打击出去兄弟或打击出去统一，传至551123，答对就有获得10000元的奖金等好礼。